台中营业将近50年的霸丸老店，年轻一代三个兄弟都传承了父亲的古早味，分别在丰原的三角地带展店。山线客、海线客、本地客一把抓，三兄弟组成了金三角连线，赚钱没有漏接死角。不管是哪一间店，都进他们家的口袋。来，这两个肉，两个肉丝重口味，啊，这汤底都快成酱。锅里看来吹弹可破的霸丸，噗滋噗滋浸在金黄色的滚油里泡澡。上岸沥油之后，半透明的外皮剪开，内馅鲜香扑鼻，诱惑不少在地舌尖流连忘返。你讲讲了不要，好喝好喝，给阮囝嘛做一只，我拢会包一百两百，等去叫饭嘛做好吃。我吃了35元，好吃啊，很 Q， 它的皮很 Q， 啊肉质又软。老板王世宇讲究纯手工，每天下午按表操课，准时开工。台湾在地的再来米，从米粒磨煮成纯净无瑕的雪白米浆，冷却放置一晚，加上番薯粉和太白粉搅拌均匀，增加粘稠度和延展性，再打成硅脆，肉丸才有团性软 Q 的饱满口感。台湾那么多霸丸，每一家霸丸的感觉皮会不一样，有的是酥皮的，有的是比较软的，但是我们是介于中间，就软 Q 软 Q 过油这样子。皮薄馅多是霸丸的选美标准，有了软 Q 外皮，内馅更要表里一致。当天现宰的温体猪后腿肉，能让客人吃到整块肉片的纤维和嚼劲，一点也不含糊。来，肉圆扁食炒手外带。工作台前，王世宇手脚利落，领军赚钱兵团游刃有余。但这小小的一方天地，曾经容纳不了他遨游天下的雄心壮志。年轻时是幽默风趣的专业领队，时常带团出国，足迹遍及大东亚地区，工作和兴趣合而为一。王世宇在开心的领域乐不思蜀，直到多次接到老爸爸的电话，几经思考才决定回家接手父母打拼一辈子赖以拉拔一家大小的熟悉味道。我大哥二哥他们要出去开分店，我爸爸妈妈就没有帮手，然后就把我拉回来帮忙这样子。他们有逼你吗？没有，他们用柔情攻势。王世宇的爸爸王祝林，年轻时原本务农，几次收成不佳，决定摆脱看天吃饭的行业。霸丸学徒3年6个月出师，1975年创店。霸丸皮、猪肉馅、调味料，从里到外每一项口感和口味细节，都经过反复的调整和修改，才从路边摊车开枝到现在分支成3间金店面。行情算较定啦，所以咱是主要太白粉，啊做起来就是会较 Q。别人若报阮倒一摊好食，啊我就去，去甲食，啊咱食顿啊，啊再紧改进啊。一颗小小的霸丸，饱足客人饥肠辘辘的胃，也养活了一大家子6张嘴。霸丸里头包裹的是老师傅将近50年寒暑的水磨功夫和爱家奋斗。我人客，我一个月拢逐日来哦。将近90岁，王祝林现在还是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现身工作厨房，帮忙包霸丸试吃口味。卖光霸丸啦，迄个肉鸡本身个气味有走去无？看到爸爸年纪那么大了，还能帮我们这样子，就是他不管他做得好或不好，就会有一种那种父子一直一起工作那种温馨的感觉。王世宇的大哥王盛言做过文具书类中盘商，二哥王世郎曾经在螺丝五金行上班，各拥有一片天地。但孝顺的三兄弟始终心系父母的辛劳，常常轮流回来帮忙家里的生意。成家后紧接着就是立业，总要自立门户，又纷纷带着爸妈给的霸丸功夫开创分店。啊，做一阵嘛，一日出去。啊，一个想要转来，才去转来，安尼。无讲哦，三个拢在遐做，拢出去几啊十年啊啦。
采访当天，生怕拍摄和备料同时进行忙不过来，王世宇特邀大哥和二哥回家一起帮忙包霸丸。事先不知情的老爸爸有点意外，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无可能的，等啊，等啊，表演一下。啊，无伊嘛是真无用啊，这个时间拢做无用，同款啊。好无，霸丸好啊咧。以前这些弟弟都是小啊，都很小，啊，都是老一辈，就是祖母那些帮忙。动作利落，手脚飞快，三兄弟生产线一开动，老中青三代默契齐心。我们家里刚好三兄弟有三个分店，刚好分别在三个丰原地区的三角地带。从我们以前兄弟那种齐心合力，大家一起拼做霸王那种心境，还有那种温馨。哦，那大家在辛苦，啊，这个还好呢，一杯咖啡。腾腾朦胧胧的蒸汽 SPA 做完出炉后，一颗颗纯白的霸丸美人胚子坐着白铁马蒸笼车推浆出来，令人垂涎欲滴。距离它的原型生米和生肉耗费十几个小时以上，主角精挑细选，配角也不能庆庆菜菜，新鲜的当季食材沸腾成一池鲜美。姐姐王淑芬把大块肉片裹上薄薄鱼浆，跳水浮水，人气肉羹条就完美成型。那种血缘就是无形中自己就会这样凝聚在一起，不用用什么言语，只要我们的群组一通电话，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会集合，连一些孙子大家也都集合在一起。王世宇的另一半老板娘吴月凤，先前同样在旅游业打拼，担任领队和业务，夫唱妇随辞去工作，回家传承家业，如同已经过世的婆婆是家里的重要支柱，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温柔坚定。他真的是很用心做了，然后所以说口味我们在地人都拢食做会合，那这个味道，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继续传承下来。大家族们平常各自忙碌，只在假日聚餐，虽然现在很少一起工作，但无声默契一直都在。跟以前哦，大家都有点做自己的吧，类似有点自己做自己，然后现在有一种家人回来团聚，然后一起帮忙、一起奋斗的那种感觉。来，肉羹包一百，啊，肉丸辣一点一颗。王文宏如今接下传承第三棒，舍弃资讯传播专长，甘愿天天与油腻为伍。其实承接了父亲当年的孝顺心情，担下老店的招牌，连老客人都是他的品管员，老味道有没有跑掉，他们一尝便知。也因此王文宏战战兢兢，每天都全力以赴。有一些客人啊，他们的小孩来吃啊，然后等到我长大的时候，他们也长大了，然后他们就带他们的小孩来吃，这是一个传承下去的那种感觉。一颗霸丸，三家店，三代情，霸丸三兄弟分进合集，蒸腾父母的努力认真，向心力堪比 Q 弹外皮，把家人之间的相爱感谢紧紧包覆成圆满滋味。